战士篇，这边开始有新剧情了。这个应该是莱纳跟贝尔托特的视角，开始有剧情了。使用贝尔托特啊，可不可以变巨人？好像不行。好不？老头用1米6，我现在不能用1米6啊。我要解评价啊，不是所有评价都可以用1米6解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早就用了。剧情。哇，这边是以贝尔托特视角在讲解这个剧情的来龙去脉。这是第一季的剧情。ライナー、ベルトルト、兄の前で、その巨人のうなじから姿を現したのは。啊，找到禁具啦！就后来发现禁具是艾莲。ライナーとベルトルトも訓練兵団の一員としてこのトロストク奪還作戦に参加し、エレン巨人が巨岩を持ち上げるまで巨人たちを引きつける任務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った。找到老头了。好久没来看台了，因为忙着考证照，没关系啊。就是有空再来就好啦。然后我里面才刚来就被抓，怎样？第五年的线索战士篇。啊，这个时候的贝尔托特还隐瞒他的实力，不能变巨人啦。难怪没有变巨人的属性。我要攻击你，现在给我看这个。啊！这游戏还要不要给人玩啊？我被同一只抓了两次，怎么回事呢？妈，重点还砍不死，只要诱导啊，到固定炮台的射程内，难怪我被他玩假的。啊！干！我要关台了。哈、啊，先放个闪光弹。他说诱导在这边，是不是？好啦，过来，妈的，臭巨人！我这次4张罚单。你有停停车场，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罚单的东西吧？我看阿黑演了有没有？小贝贝，夜光啊，你好。靠！看来真的都只能这样打了，不然真没办法打。把你过来。快过来啊！对，乖。他不是要发炮吗？说好的发炮呢？有，又要再看一次阿黑眼了。啊，翻白眼，旁边的巨人在那边看。兄弟，你怎么躺在地上了？兄弟，旁边的巨人表示，你怎么死了？快点啦！为什么没有报警？哎呦，怎么砍那么慢啊？莱纳加油好吗？莱纳。据说米卡莎跟兵长可以跟巨人一样有同样的恢复力啊！他们不是巨人的后裔吗？他们巨人的后裔的话，基本上有恢复能力，我觉得应该是很正常的吧。还靠呗，
妨可以看看平凡职业成就世界最强。啊？平凡职业成就世界最强？那怎么那么长的动画名字是不是？好怪的东西哦。好吧，既然你都抖内了，那我就等一下关台的时候去看一下好了。然后我就忘记了，有没有？エレンが食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なれば何も。啊，这边艾莲被吃掉了。艾莲 GG 思密达。いざとなったら、俺の巨人で何とかするしかなさそうだ。啊，这个地方被马可听到了。你们在说什么？二人とも。得了。何の話をしているんだ？最悲催的角色，而且他的脸真的好长啊。我的巨人是什么意思来呢？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的。気は確かか？君らしくないな。No。精鋭班の負担を減らすんだ。叽叽。马可。哎，啊，怎么没有打斗的声音？一张图解释一切，这样子。马可要被后路了。然后雅尼在旁边观看，马可一脸兽样。马可被放生啦、啊！来了。对，狙击的。あんたらの不始末だ。ベルトルトとやりな。お前あの時コニーを命張って助けてたよな。なぜあそこでそんな危険を犯し、この悪の民族に情が移っちまったのか。違うってんなら今ここで証明してみせろよ。あ、对哦、莱纳他们是马来族嘛、对不对？帰りを待つ親父が、汚れた民族と違う。他们是马来嘛。証明しろ。然后这边城内所有的人都是阿卡曼族，对不对？都是恶魔之子嘛，是不是？好啦，死了，快死了！马可拜，老头，你知道电影版的兵长是盔甲巨人吗？我不知道电影版的兵长是盔巨，怎么会这样？害我搞得我想看嘞、欸。为什么？电影版怎么走样了？提早领便当也是好事啊，不用承受这么多痛苦啊，马可，加油啦，马可。跟盾勇类似，不过平凡比较差，参差点死去，参差点死去。啊！哦，没有啦，突然有点生气，不好意思。哦，你看，雅尼已经嘴巴开开，然后就哭了这样子。他已经救好战斗位置了，难得可以操作雅尼耶，帅哦。嗯，银魂倒是还可以哦。银魂不是听说史上演绎最成功的真人版吗？看到一些片段，觉得真的蛮猛的，那个表情真的是有到位。不过皮卡丘真人版倒是挺嘴炮的。你们知道皮卡丘真人版刚开始那个皮卡丘丑到爆吗？后来是因为好像有稍微改过，才稍微吸情了点呢，吸情啊！啊，希望那个真人版音速小子也是能够稍微吸情一点啊。刚开始出的那个预告片看得跟一坨屎一样，希望不要变成第二种屎啊！啊，我不知道会改成怎样啊。听说进场维修嘛，对不对？嗯。啊，这时候就会稍微有讲一下雅尼之后跑去哪里了。啊。ストヘスクの憲兵支部に帰還すべく移動を開始するのだった。真人版电影《艾莲的哥哥》是冰上两个的有巨人之力。啊，反正就乱套就对了。
有看城市猎人吗？没有欸。哇哦，弹尽粮绝啊。在巨人聚集至战场前获得据点补给。啊，据点补给不是这边就可以据点补给啦、啊。对。有了有了有了。哇，补一下就补一下爆掉了这样子。我要抢这边的补给。谢谢。阿里嘎多哟。阿里嘎多哟。阿里嘎多哟。谢谢。老头亚尼好帅，你觉得亚尼是帅哦？其实我某个层面觉得亚尼蛮正的哎、欸。再获得一次物资吧。谢谢。返回，好，返回去。他是腿，啊，你觉得亚尼是腿，腿比较正啊？哇！结束。七龙珠真人版会让你见识到什么叫毁三观啊！我看过了啊，我还看了之后流着眼泪出电影院呢、欸，没有啦，开玩笑的，流什么眼泪出电影院啊？真的不知道真人版的七龙珠在演三小啊，到底在演什么东西啊？讲实在的，我已经忘记真人版的七龙珠剧情了啦，我是不是真的忘记了？不过也不重要了，好不好？反正就是一坨屎啊！干什么？干什么东西？你不要挡路啊！来来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呢，就可怜呢。哭说付钱看着烂片啊，没有，钱不是问题，好不好？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对七龙珠的那份心啊。对我来说，克里斯塔我国被打没事。克里斯塔才是我婆，你去找美姿啊，美姿才是你婆。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要逼我变超大巨人哦。迪士尼最近的真人版，哎、欸，对啊，哎、欸，我有去看阿拉丁真人版、欸，哎，真心觉得阿拉丁真人版好看。啊，原来这是变巨人的方式啊！啊，早知道变身了，在那边，滚滚，浪费林北的时间，滚滚，我踹死他，旋风拦脚，滚滚，我现在才知道。我可以变巨人，妈，打那么辛苦冲小，愤怒攻击，到底要踢多久啊？欸、我觉得我动作超级僵硬啊。那踹下去，我在地上打滚，哇，美臀，
啊，这个屁股，死给！兄は壁外領域の巨人たちを退けて、辛くも。哎，特纳安安。袜子。そしてまるで何事もなかったかのように、憲兵団の兵舎へと戻り、眠りに。回到宪兵团，偷偷跑回来啊。第57回壁外調査の真の目的が壁内の敵をあぶり出すことだったとも。最终雅尼还是被识破了。まさに調査兵団が彼女の正体を暴露していることも知らずに。怎么感觉变巨人的操作性很差？真的还蛮差的，有点生硬。不知道在卡什么的，可是我记得我操控艾伦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么差的操作性啊。哦，这个是到了后面艾莲使出了他的坐标之力嘛？好，玩一下。啊，我可以用莱纳了。克里斯塔可以做我的新娘吗？他好像很喜欢克里斯塔的样子。人家艾伦被女巨踹一脚就断了，那只巨人怎么撑那么久啊？游戏嘛，游戏别认真。哎，健身安安，我觉得皮卡丘真人版的什么蛙很像片片的触手哦。你说妙蛙花哦，冷蛙。哎，娜娜喵安，女儿，是女儿。一爹抱抱，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調査兵たちの中にライナーとベルトルトの姿もあった。ペ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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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らは巨人化したユミルの力と。ペ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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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火星によって九死に一生を得る。哦，这一幕其实在看动画的时候也很帅。辛くも壁上に帰還した一行の前で。然后这边也霸气。己の正体と目的を明かし。直接表明。巨人の力を持つエレンとユミルを故郷に連れ帰るため。どうにか二人の身柄を奪ったライナーたちだったが、すぐに追撃の手が迫る。兵団を率いるエルヴィンの捨て身の作戦によって、ライナーたちは捕らえたエレンを奪われ。せめてエレンを他の巨人に捕食させようと試みる。王族巨人。エレンが発動させたある力に阻まれ。戴娜嘛，这是王族巨人戴娜嘛，对不对？哦，一瞬间触碰到之后，就马上可以使用巨人之力。老板表示，这麻烦交给你做了哦。什么东西？偏偏坐标在最麻烦的家伙手上，什么？这世界上绝对不能拥有他的爱莲就是你。完了，他发现了爱莲，同时有始祖巨人，有没有？同时有晋级巨人跟始祖巨人的能力，我没有讲错吧？两种能力啊。なぜ助けに来たんだ。いや、それより今はこの巨人どもを何とかしねえと。莱纳刚刚抱着那个然后橄榄球跑步，哇，滚！好爽哦！等一下，等一下，这是无限能量吗？欸，能量有限欸，没有，能量有限，能量有限。哎呀，真可惜，啊，都可以无限巨人化的。踩下去就对啦！妈，再让我撞一下好不好？拜托！好啦，没有敌人，我要撞一下，因为我能量用完了。嗯，看那个动画《进击的巨人》，每个巨人都可以撑超久的。这个游戏变身跟着洛基，哎，你不要一直强行让我看你的屁股好不好？你不要这样子，阿内姆汤，强行让我看你的屁股。
我还可以再变身一次哎。哇吼！再变一次。哇！我擦！哇！我靠！这个三角形冲刺有够帅的！哇！直接跳起来了！你看这个洛基还敢跑过来啊？过不见了！哈哈哈！好玩，好玩，好玩！贝尔托特，小托托，我来救你了！我软的，小托托，你等我一下，小托托。小托托，你没事吧，小托托？啊！啊！干什么？干什么？尤米尔可以无限能量吗？他是 NPC 啊，他当然无限能量啊 ，NPC 就无所谓啦。你想想看，动画里五分钟是现实的一小时，也对啦。就跟那个七龙珠佛利扎说，这颗星球，再过半小时就要毁灭了，可以演一个礼拜，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已经一个礼拜过了，纳美克星还没毁掉。我上来补物资是不是啊？贝尔托特为搜索补给暂时撤退啊，然后呢？哎呦，吓我一跳！半毁的据点我们要守住是不是？哇，我不能使用巨人了。也感觉不是很好打。守住物资。等一下，前面的巨人不行，那你不可以，乖。海之巨人没看过是不是？滚！哇，飞起来！我抓好位置，准备冲刺。好爽哦！完了，要没能量了。软掉。有，刚好可以直接收头，收皮啦。这只血好多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做好你的本分，做好你巨人的本分啊，就是等着给我杀。说，来啊，快点！他可以双冷吗？好像可以双冷吧。好，把他踩死了！他们到底在呛什么？巨人嘛，对不对？不要去想，不要去设想他们会有正常的行为，好不好？巨人，无垢巨人就是这个样子啊。老头，我最近集巨人动漫版吗？有啊，有啊，我追了
已经看完了。ユミル、なんで俺たちのところに来た？そりゃ、私がバカだからだな。里帰りのお土産になってやってんだよ。我记得。我记得尤米尔他是弄巧成拙变成巨鳄巨人欸，因为他好像六十年都是无垢巨人，就是他好像有六十年的记忆是没有的，然后是弄巧成拙把那个有九大巨人之力其中一个给吃掉，莫名不小心吃到，然后才变回人形的。这个比签乐透还要难吧。那真的比签乐透还难啊！四八零网路都快跑不动，真假的？这么严重哦？哎、欸，陈志伦啊，你好。评价好烂哦！B， 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单挑，哇哦！哎，这一幕是谁单挑谁啊？单挑，哎，等一下，极客不是为什么极客可以使用？那个就是动力装甲，据我所知，他应该是不会使用这种东西，不是吗？他们的战士长个性多变，难以捉摸。为了夺回始祖巨人和莱纳等同胞，一起挑战城墙内的人类。大概是一直限定在巨人模式哦，抢来的。ストヘスクで女型の巨人が調査兵団に敗れ、兄は敵内で捕らわれ。您说抢来的是那个米可是不是？就他抢他的来用这样子。獣の巨人、哎，这个也死得很可怜哎。戦士長としてジークは座標のダッシュを優先せよと指示するが、ライナーとベルトルトは。兄の奪還を優先したいと主張する。哦，所以说被骂这样子。真っ向から意見を衝突させたライナーたちとジークは、どちらの方針に従って行動するかを決めるべく。哦，直接正面冲突啊！鎧の巨人と獣の巨人とで。这一幕动画是还没做到，对不对？这一幕的动画是还没演到，还是说这是故意加戏加进来的？哎，干，我的屁股好性感哦！你看在抖哎，有没有看我性感小屁屁啊？牛三小、啊，哎、欸，别、欸、这样子，我在看屁股啊，你不要这样子啊！滚！哇，你的手有我长是不是啊？啊！什么欠揍？要不要吃我的？啊，吃我的一级啊！王牌投手，声卡球，滚！怎么才4600啊？愤怒攻击。我们来看一下多愤怒，他愤怒攻击是手一张开，一大堆他的球丢出来，这样啥鬼啊？哎，我真的是无限巨人化你，好爽哦！这个，耶，好开心哦！哈哈，耶，好嗨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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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其实这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啦。平常上班跟上课压力实在太大了，有没有？然后呢，做那个这个游戏制作人呢，为了让我们能够舒压啊，做了这个像是以前早期那种金刚破坏城市的那种游戏。哦，只差没有办法爬上去这样子，因为也没有地方可以爬，哇，也没有地方可以爬，因为它太大只了。啊，我们的巨人，我们的凯巨去哪里了？哦，凯巨表示你到底要不要跟我打？
好了好了，跟你打一下啦。滚！嘿嘿，打我啊！哎呦哎呦，这么辛苦啊！哎呀，来啊！哎，没打到。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这凯军在放水啊，千万不能打赢战士长啊！要是打赢战士长，不得了啊！我是不是要死啊？哎，凯军的血好多、哦。好，这次应该丢得到。哎，为什么啊？好啦，正式。有了吧，滚！好，再一次，滚！哎，都丢不到哎 ，What the fuck？ 只有一，滚！凯奇表示我想打棒球，滚！哎，丢左边了！鼻屎大喷发！吃我一球 ，good， 好爽啊 ！Lucky go，Lucky ball go，Lucky ball go， 哎呀死了！哦，我赢了，我赢了。嫩胜利的胜利之挑衅，原来这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啊。哎、欸，为什么又复活了？哎、欸，我不是赢了吗？还重新站起来是吧 ？Go！ 你说那个 Jump 要出爆好哦。我跟你讲啦，那款游戏将来要出什么角色，我都完全没兴趣了，好不好？因为他那个游戏性，我真的觉得我不喜欢。我真的不喜欢他的那个游戏模式。靠呀，我被三连打哎、欸！十六万一，好爽哦、啊！他去哪里了？呦喂呀！哎、欸，我会不会死啊？我都有点担心我会输哎、欸，因为他现在好像是狂暴状态，是不是 ？Lucky ball， go， yeah， 一、二、三，飞高高，让你上青天 ，yeah， 我都要抓好节奏。完全被我玩弄于股掌之间。啊！不咻！呜呼！哎，还有这招我都忘了、欸。哎呀！哎呀！呼吉吉呼吉吉！呜呜呜呜呜呜！玩到死啊！这实在太好玩了吧！这个我真的觉得《进击巨人》最好玩的部分在这里哎。哦，反正总而言之，他打输了嘛。好笑啊！啊！夺取坐标之利优先。兄ちゃんならきっと大丈夫だよ。拷問なんか受けちゃいないって。どこかに身を隠して。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他们没有去救亚尼。いくら兄でも。へえ。まだ決意が固まってないってこと。もう一度やってもいいんだぞライナ。ただし負けたら。铠甲就要让给其他战士了。そんなつもりは。じゃあしっかりしようよ。もう
終わらせよう。終わりにしたいんだよ。俺たちで。哼，难得随便玩 S。林北前面玩这么辛苦，那边 B 啦、A 啦、哦 C 啦，嘿啊，这个玩的这么欢乐，我就 S 啊、哦。